Hello，大家好，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玩国宝卫战，今天来继续玩英雄与钢铁啊。钢铁这一关没有魔法塔，英雄模式直接打了，好不好？直接打。我记得这关原本很烦哦，这边会有巨魔先锋过来嘛？我原本是在这边加一堆塔来防住。我想一下这关怎么打。这个炮塔先加好了。不管怎么样，这个炮塔会非常重要，因为它的路径可以锁掉三边的路，这个很有价值。然后剩下的就看状况吧。我现在不知道他会怎么出兵啊，所以说不知道啊，不知道怎么说。不然我们这边盖兵好不好？盖兵守这里，这边也盖一栋，就挡住路啊，靠我们这个电塔输出。电塔就是我们的一切，好不好？我们把一切都献给电塔，只要我们小兵扛得住，应该就可以打。靠我们电塔输出，好不好？哎，被跑过去啦，就有点没屁用哎。英雄说死就死这样。目前兵营都已经二级了，应该是还蛮好打的。然后下一步我做了，这样子我兵营其实就盖对了，因为我做狼的话。我果然还是会需要小兵来帮挡，升级，然后这边被突破了，这边被突破了。我看我小兵怎么守啊？守边，小兵守这里，然后直接下一波。他这很烦，巨魔勇士太强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这游戏最难、最麻烦的东西就这个巨魔勇士，打不死。打不死又在那边闹，你知道吗？用炸的教他做，升上去好不好？都升上去，然后接着就看我要升成什么了。我要坦住的嘛，所以说我应该就升圣骑士，然后就放着他打我的圣骑士是吗？哎，这个很烦哦，到底在干嘛？帮我打死这个巨魔勇士好不好？巨魔勇士不知道是怎样吃错什么药，整天在那边闹。神圣秩序好不好？神圣秩序。哎，我的英雄死了。下一波巨魔，哎，他撑超久，哎，帮手帮手，我被跑过去了。帮我电好不好？电塔到底有没有屁用？电死他好不好？好，可以电死了。神圣秩序两座。然后我们到时候这两个兵营就是我们至关重要的兵营，好不好？到时候我就是勇气之尊点上去，回血点上去，躺在这边，然后靠电塔打。这关应该这样比较好守，我应该就不用盖魔法塔了啦，试试看这样能不能打，不要再丢斧头了，好不好？真的很烦哎。整天咱们丢斧头，他不腻我都想用陨石雨炸了。哎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我直接炸掉这边好了。然后下面的话，应该他就会专心打下面了。来，我回血一下治愈之光，到时候我们神圣打击再点出来，就让他们叫妈妈，好不好？叫妈妈。巨魔先锋很多，石像鬼，完蛋，石像鬼怎么办？我怎么打石像鬼？我这小兵可以打吗？下一波看看，这可以打吗？我做一座电塔可以打吗？这不妙哎，我感觉我需要点那个，这边点那个野蛮人好了，到时候用飞斧帮忙丢一下。哎，我这边被跑过去了，我这边跑过去了，飞斧好不好？飞斧帮一下，帮一下。帮手，哇，有没有这个真的很猛哎，可以直接把它砍在这边，很强哎。然后我这边要被那个跑过去了，好不好？帮我一下，野蛮人，我输妖力啊，野蛮人，我们在他们在那边交汇，我们直接炸吧，直接炸，可以可以可以，防守住。下一波是就最后一波了，巨魔粉碎者，巨魔粉碎者是怎样？神圣打击，点一下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不妙啊！怎么那么强啊？这样是不是感觉真的有点不妙？巨魔粉碎者来了、
哎、欸，那个野蛮人帮我丢一下，对对对，稍微丢一下也好，消一下他们的血。然后他们开始聚集在中间哦，野蛮人应该扛得住吧？不是野蛮人啊，那个我们的圣骑士应该扛得住，可是我还是会被走过去哦，因为他们兵人太多，我们的伤害太低，不够多，有点麻烦的这关。巨魔粉碎者过来了，还好他们不是四肢一起走啊，这样子我还有机会可以打。那我们目前兵营是升满了，剩野蛮人，野蛮人我就不升了、啊，野蛮人就丢飞虎就好，就站在这边帮我丢飞虎就好。我可能这边再架一座吧。再加一个圣骑士，然后他们目前快走在一起了嘛，我们看能不能憋一下，不行的话就直接炸吧，啊，直接炸，这不行要直接炸，被跑过去了，我刚那个疏忽被跑过去、欸，看能不能稍微挽救一下，不行也没办法，守不住哎、欸，哦，我一个疏忽，我炸太猛，犹豫太久了。啊，果然还是需要魔法塔啊。好的，观众，我们目前又开始守到这边了。那我目前的话，就是这两座兵营是三级的，然后电塔全胜。接着呢，我这个魔法塔要盖那个奥数防御塔，这样子应该就打得过最后一波了吧？目前的话，就是这六个兵营应该是扛得住巨魔勇士的伤害。巨魔先锋有伤害，要跑过来这边，他的伤害其实很高哦。我如果不升到这边的话，很容易被跑过去。现在比较麻烦就是。看我能不能架出奥数防御塔，然后用死亡射线打死那些人。然后这三个电塔应该是可以轻松解决掉前面这些巨魔的啦，应该是不会太难。传送我们就不点了，传送应该不太需要。取而代之的是，我可能会需要在这边架个兵营，好不好？架个兵营，把那个粉碎者卡在这边，可能会需要架个两座吧。我目前先架出一座死亡射线点满，然后我们就架兵营。兵营走过来啊、哦，因为我们要挡住他的路，所以说我们就是升神圣秩序，也就是圣骑士啊、哦。那目前这两只，我们他只要走靠在一起，我们就直接用炸的，稍微炸一下，直接炸，消一下他们的血，然后神圣秩序点出来，到时候我们勇气之盾，哦，这个奥数防御点的很好哎，他直接射掉一只，那可以，那就过了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的圣骑士扛得住他的伤害，这样应该就过了，好不好？应该就过了。接着可能在这边再盖一个嘛，还是其实也不用，再盖一个好了。然后把他拉过来，然后升上去，升上去，应该可以过啊，过了，过了，这过了，扛得住就扛，就过了，好不好？蛮简单的，圣骑士是真的很硬，超硬那种。结束，太神奇了。接着钢铁的话，没有兵营可以用，我们只能靠攻塔，应该就绑人加炸弹吧，加那个电塔吧，这一座绑，然后这一座放电塔，应该不错，稍微试试看吧。这边一定要放绑的哦，因为巨魔先锋走到这边的话，没有兵营守的话会被跑过去，所以说我们这边直接架攻塔。哎、欸，没有办法架、啊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人先过来好不好？然、欸、后直接滑过来了，完蛋了。这边打得过吗？我们现在只有那个支援可以叫，所以说我们要赶快把攻塔叫出来。而且攻塔一座可能还不够，可能要这边一座，这边再一座吧，我不确定啊。弓箭塔，然后接着就是啊，完了。因为我们没有那个魔法师塔可以用，所以我可能要架枪塔，这一座架枪塔打那个巨魔粉碎者，然后我们允许炸这边哦，不然会死。绑人塔先弄出来，绑人塔，我们只有一个电塔不太够。防守一下，防守一下，防守应该还可以啦，绑，再点一下，哇，这个小狼有点多。小狼有点多，等一下，要不跑过去啊？小狼啊，好，可以可以，勉强守住小狼，然后我们这个绑上去，接着这边再加一个电塔，好不好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完了完了，这只我没有注意到，绑住，对，绑住，弄死他！
有没有没有超危险，如果没有这个攻塔就直接失手。我们资源真的要按在这边哦，太危险了吧，这个真的超危险。我刚刚以为要输了、欸，都吓人啊！哎，电电电，对对对对对，我们目前这一座电塔没有，所以说从下面走上来的很难打。赶快，这边要赶快架出吧。这个雨丝雨我们先不要死，前期没办法，前期一定要先这样。这座电塔架出来之后，下面就可以守了。基本上是这样子、啊。来来来，第二个电塔，快点快点，我要盖我要盖了，我准备好，太漂亮了，盖出来。然后目前这边有很多石像鬼哦，石像鬼应该不会太难。石像鬼对我来讲就是送钱的，各位知道吗？因为他不抢，送钱怪。他那个哀嚎的声音好棒。来第二个连锁闪电。好，我们目前三座塔都是点满的啊，没有啦，那个剧毒箭矢我没有点。接着呢，这边是架枪塔了。这边架枪塔打最后防线，后面的话我应该就全架枪塔，因为我们的范围伤害和绑的其实已经够了。只要他最后巨魔先锋不要一次跑五六只，我就不会输，靠资源就可以守。哎，不要丢我的中间的资源啊！快快快快快！哎，目前感觉会被突破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？狙击先点，这边狙击，允许要炸，不然东南会打不死。东南跑血太多，这边也是不好守哎、欸。狙击点满，好不好？狙击点满，到时候我这边点弹喷射击好了，到时候血狼跑过来，直接用弹片射击炸死，应该就很好打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不妙，这也太多只了吧？弹片射击，碰一下，碰一下，它漂亮，这个漂亮，弹片射击果然很猛。再点一下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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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这也太多只了。陨石雨，我需要陨石雨，不然我这边完了，我英雄死了，打不过哦。绑一下，绑一下，不然我输。绑，啊，被跑过去，气死我了。一座攻塔不够啊！可恶！好了，观众，我目前改变的策略哦，枪塔就没架了，我在这边额外加了一个攻塔，因为我发现它滑行的时候是可以绑的，它绑在这边的话，电塔还可以进去，其实应该还算可以啊。那我们下面这边一样也加一下，就是避免它跑过去，好不好？所以说我们这边也加一个，没有，它直接被绑在这里，就很好用啊，稍微消一点血就好。就不会，我们就在这边要，哎哎哎，打我！不要，你不要直接经过，我们这边直接炸吧，我怕他跑掉，他直接忽略我的英雄是怎样？我怎么会忽略我的英雄？你们不要忽略我的英雄好不好？打我的英雄一下，哎、欸，结束了吗？所以我刚刚是最后一波被跑过去哦，哦，好像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想太美了，凡事不要想太美啊。目前这样子应该还行啊，哎、欸，我这边会被跑过去，你为什么不绑一下？我可以解释为什么不绑啊？绑一下吧，绑一下这个垃圾吧。他狂毁很烦哎、欸。好了，不管，总之打得过就好。那一样啊，我在这边架枪塔当最后防线，因为他也会有粉碎者嘛。枪塔是一定要架的，因为只有枪塔可以打。在我没有那个魔法塔的状况下，来，我枪塔，然后狙击先点。狙击应该是真的射很远。好，目前的话应该是守得蛮轻松的。我忽然想要在前面这边也架枪塔，各位知道吗？我觉得前面架枪塔好像可能也不错，至少可以打巨魔先锋吧。在这边架一个，有点恐怖啊！而且枪塔的范围很远啊。哎、欸，哇哇，他刚刚直接死是被我枪塔狙死的，很扯哎、欸，他这么准。直接狙到我要的人，好啦，这样应该过了，应该就这样可以了。这次就靠枪塔了，应该打得死啊。他打一下没有死掉，可是打掉半条哎、欸，开玩笑，很猛的好不好？射一下啦，射死他吧。好，结束了。
噔噔噔。